上期有课，他没讲。好，我们不是的，男生是男生。先来画一下数，数字从数。这个画这个数字的颜色，咖啡色加一点点墨，啊，你不加墨也没有关系的。它主要是为了补色啦。好，啊，你画的时候呢，也是要注意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一开始呢都会比较浓，对不对？你就要从浓的这边开始画。然后比较淡的，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哈，不然的话，有时候你的色会比那个墨还浓，这样就麻烦了。好，那画中远景的时候，当然就是要调水嘛。好像这个很模糊，对不对？你当然是要注意，就有时候注重这些细节。好，这里没有。看不清楚，就是点几点也没有关系，这里也有哈。好，再来呢，就画树。树的话，如果你回去，我这边颜色比较多了，这个是蓝色的，黑的，黑的，变啥？啊，对对对，这样下来再黑啊。欸，它每一盒好像都排布一样的。那这样如果没有色卡的话，就没有，只能用试的了。会乱掉啊！你放的时候，对呀，你看姐会帮乱掉。按照色卡来对。蓝，我加一点绿。这个蓝它本身已经有黑的感觉了，有墨要加墨了。然后比较前面的树呢，蓝色比较多一点哈。然后这个山头，你可以抹一下。淡的部分你一定要再淡一点哦，跟着你的墨色去走。好，这样子，好，要明显有层次的出现。越后面的话，你可以多一点绿哈，这里也算是季节。墨比较多的地方，你可以抹一下，然后再加一点草绿色。这个颜色一多，你就会每个都想要拿一下拿一下。如果你只有五种颜色的话，你就单拿那一种比较单纯。哎，实在太多了。好，这是山壁上面的植物。
那么后面那一层我们再加一点黄绿，这个黄绿一定要慎用哦，因为一点点就会很亮。淡淡的，然后干干的，让它很模糊这样子。然后沿着这个溪谷这边，都可以抹一点点，呼应一下。好，这样子。再来就把这个绿色呢。先洗干净，暗面的颜色呢，我们用蓝。山头这边呢，再抹一次。瀑布的两边啊，你要做仔细。离中心越远哦，我们做的这个底数就会越大。这些烟雾就先把它做起来。好，这个瀑布呢也顺手。
暗的地方都先涂。蓝色还是蓝色？蓝色，蓝色有加。我现在画的是暗面的颜色。你这张要来做蓝色，然后转到咖啡色。现在把这边有加墨的蓝先拿掉、洗掉，拿一个比较接近我们的蓝，这个是紫色的。这个真的要对，阿阿某一种颜色的嘛，对，用你的蓝色，我是公布上去，再用钱，公布上去，回去还要被老师考一下，我去调啊，小朋友的话，我会忘记这边红色、黄色、绿色，自己上颜色自己去调啊，这蓝色靠边，嗯，这个颜色有点偏紫。我也觉得它这个颜色不是我想象中的颜色。对对。好，不要弄太多，等一下呢就会变成咖啡色。花青，嗯，干嘛糊糊？还好你们要买下去。刚刚紫色的，对，它也会变色，淡的时候也会变色，慢慢变紫色。没有，淡的时候会变色。那没有就用花青了。本来就用花青的话，我说这个你得用紫色的药。你要看成紫色。你有搞的，你看个镜子才看出来。蓝色里面本来就带一点紫色的。我现在还是做暗面的颜色的。石头实在是太多了。很认真的配乐。我说你这个花镜没有加胶墨吗？直接吗？应该有啊。你是大哥，我都看了怪怪的。对啊，我压力很大。今天那边也是泰国，就很乱。转咖啡色之后就不会了。先抹一下，
就盖上去这样。对对对，你一定要盖过去哦。然后这里是烟雾。这里的烟雾先把它做起来。山谷这里，水里的石头。
好，差不多了。嗯，好。嗯，老师说你那个大石头的亮面，嗯，就用那个颜色，不是用咖啡？对啊，就用这个。对。那干掉之后可能会。咖啡。对。他这次按的是用咖啡，就是用手对的。我按面全部都是用。蓝色，蓝色加咖啡，只是说这边的暗面蓝色，好，啊亮面也是蓝色，这样去搭配而已。纯蓝吗？对，然后后面是用咖啡色把它包围起来的。后面是蓝。然后咖啡色也是从比较咖啡的，然后再转，因为这边是光的来源嘛，所以会加一点黄，盐酥也加一点黄，这样。那所以大石头那边的亮面不用用咖啡。如果你这边哈。石头要把它变成咖啡色也是可以的，我只是做一个转色给你们看，只是今天颜料有点奇怪而已。对啊，但是也不一定，不然裱起来越看越耐看也说不定。对，贴起来看，不晓得。贴起来，贴起来照相看看，人家干了。对的，水墨画是本身颜色就会这样子，淡淡的、暗暗的，不像水彩一样会亮亮的，那是因为原料的关系。因为水墨画哈，大部分还是以墨为主，所以它的色理论上是不要盖过这个墨，所以我们都是淡彩的，淡彩比较多，不会，除非你是画那种金碧山水，它的颜色是非常鲜艳那种，也有可能。好啊，金碧山水它那个外框都会框金色的这样，有专门在画那种画的画家。金色是用什么光标原料？他们有金粉。金墨，金墨，就是像你上次画的绘画那一张。对对对，用那个就可以画金碧山水。嗯。哦，OK。